苹果动新闻一直紧贴民生，推崇优质服务，当然有留意到香港各大小购物商场的特色和服务水准。所以苹果动新闻特别举办了动魔王大奖2014，表扬深受香港市民喜爱的商场。经过专业评审、神秘顾客评分和公众投票之后，我们已经选出各个大奖的得主，以下是得奖名单。2014十大我最喜爱动魔王大奖，即我最喜爱商场，包括APM、 又一城、海港城、希慎广场、 IFC Mall、 新城市广场、 The One、 时代广场、皇室堡、WTC Mall 世贸中心。2014最佳主题动魔王大奖得奖名单包括最多元化娱乐动魔王大奖 EMAX、 最爱家具动魔王大奖 Home Square、 最佳潮流美容动魔王大奖希慎广场、最具艺术文化动魔王大奖 K11、最得宠动魔王大奖 Mikiki、 最佳商户组合动魔王大奖 V-City、 最时尚购物动魔王大奖又一城、最佳临海地标动魔王大奖赤柱广场、最爱多元化购物动魔王大奖海港城、最佳年轻伴侣消闲动魔王大奖荃湾广场、最佳亲子动魔王大奖荷里活广场、最佳宝宝活动及设施动魔王大奖愉景新城、最新科技互动动魔王大奖新城市广场、最适饮适食动魔王大奖新都会广场、最具摩登主义动魔王大奖乐富广场。2014社交媒体大奖得主是 APM、 K11、 海港城。2014最佳商场服务大奖得主是新都会广场。再次恭喜所有得奖者，正因为你们表现出香港人专业的服务精神，所以这么受欢迎，赢尽人气。